吃一点点。他怎么了啊？你看你包这些豆包是不是怎么要接着卖去啊？哎呀，这不是要过年了吗？你看你这怎么会啊的？一准包这么老多年豆包，都连春日妇女家吃一整月的了，那都。不就干净了吗？你说你那埋汰他都谁吃啊？我包的就没人吃啊，到时候就给龙三和赵会计他俩造呗。全村的男人出口非洲赚取外汇，留下这一龙一虾负责在家保卫，半年多把我俩弄得心情疲惫，跟这帮妇女打交道，总结之后就俩字儿：太累。够了！哎呀，我听着了，这家伙。娘，姐夫来了。嗯。你还吃豆包不？不吃。忙着呢。哎呀，看来你真没拿我们俩这个豆包当干粮啊！告诉你们，非洲那边来信了，还有东西，走吧，咱回去。哎呀！啥信儿啊？信在哪儿呢？信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信在道上走着呢。废话。不过捎来的是口信儿。哎呀，口信！我可以嘴对嘴的向你们传达。哎呀，我的妈呀！你瞅你那模样，啊，还嘴对嘴的传达，你能看见嘴鸟吗你？说话严肃点行不？我告诉你马连粉，今天我正式向你通告，你今后不要跟我无理取闹，我这个人为人向来低调，如果这样下去咱们村将来就会烂套。我来姐夫啊，你说正事行吗？正事，在那个给拿对联你不要吗？好，把对联拿出来啊，这是我量身亲自泼墨给你们书写的。啊，我看看啊，我瞅瞅。这买卖兴隆同四海，谁的？孙家小铺的，来的。小铺，马上接上。春风杨柳万千条，这谁的？马连粉的。马粉，小粉家。东风送暖花千树，一枝红杏墙里开，谁的？李红杏的。哎呀，这是我家的。哎，姐夫，不对劲儿啊，那红杏都是出墙外，你怎么整墙里去了呢？告诉你，必须在墙里。村支书带领你们的男人在非洲干工程，如果你们在家红杏出墙了，我们俩对你们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一只红杏必须要墙里开。嗯，对。哎呀，也就咱俩这人吧，也挺尊重，是不是？是我们俩再三合计，村支书委托我们留守，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我为人端正，从来没有过绯闻。嗯，龙三至今40多岁没有找过对象。嗯，小时候还被驴踢过。嗯，基本就算是个废人。我觉得留下我们俩正是合适。嗯，你想，我们俩在家，非洲那帮男人放心；我们俩在这儿看了，你们闹心。是闹心。哎呀，你瞅你俩那个样儿啊！也就咱家那老爷们相信你们吧，你可说正经的得了。不咋的啊，你瞅你俩那模样，你说正经的得了。好吧，坐下。开会啊！欢迎领导讲话。首先，由我袁晓的会计
现任第二村民小组代理小组长赵有才致新春贺词。亲爱的留守妇女同志们，大家晚上好。瑞雪纷飞花枝俏，新春佳节要来到，在这里我受村支部书记和所有离家出走的在外做工程的男人们之委托，向你们全体留守妇女致以亲切的新春问候。在过去的一年里，哎呀，别念的不完不行啊，你听着多闹心，你说可不是咋的呀，别念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哼戴个破眼镜，你说装什么文化人，你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哎呀姐夫啊，小样，对付你们这帮妇女没有两套设备是不行的。你来点干的。行，这样吧，把眼镜还给我。来，给你戴上啊。龙三啊，发卷子问卷调查啊，上厕所啊，啥玩意儿卷子，你说话大点声不行吗？啊，你要这么说我不就听到了吗？我在这化妆呢，看着没，此处无声还胜有声。别包了，都该写啥写啥啊。这写啥呀，这事儿你老写。过年了啊，看看你们家谁缺啥少啥都写上。缺啥你能解决呀？当然了，你家缺老爷们儿，你行啊？缺老爷们就只好等待吧。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等。你说啊，这旱不旱跟你有啥关系？反正啊，我就知道居家过日子，没有老爷们儿，那活没人干。你们这帮妇女应该要有良心。这一年来，我们帮你干多少活？别人不说，胖丫下地干活脚崴了，我们龙三一气给抱到乡卫生医院。最后都做病了，一个多月胳膊就回不来了。我胳膊真难得劲，是最后让我一脚就给踢回来了。还有李红杏家夏天打井是我亲自看图纸把活干的吗？你可拉倒吧，你不提这事儿我还忘了，人家我那是打井，你给我气个烟筒。是啊，图纸看到了吗？改成水塔了吗？要不然咱们村怎么能提前吃上自来水呢？行了，不是说眼面前的得了啊，缺啥少啥说说。哎姐夫啊，你说眼面前的，说吧。那咱家这小卖店现在开始进货了，那没人进咋的？我进。说还谁有啥活？你家辣沫缺头驴。缺头驴我。你家不是电棍吗？那坏的啊，可以缺头驴，我行啊。解决了。二姐夫，俺家奶牛该配种了。你们家奶牛配，我行。你看着吗？耳朵不好倒有个好处，啥活都敢接。严重点，干啥呢？开会呢？这种龙三就这点好，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样啊啊，这个。母牛要配种，你先去到花牛浦村，他那有种牛，把这事办了好吗？我行。我说你，你怎么老你行呢？行。好，现在进行第三项，发放你们男人给你邮来的礼品。礼品。龙三啊，求礼品，喝水呀。啊，你要这么说我就听着了。此处无声更胜有声。哎呀，拽的，这个是丁立梅的，慢，这是委内瑞拉拉毛微博一条，给我，这个啊，这谁？这个是马尔他矮样马皮小马靴，谁的？马连粉的，你丈夫捎来的。哎呀，这挺好。这个可尊贵，李红杏的。啊，这是我的。
这是你丈夫给你捎来的。谁洗啊？泥浆拉呱，泥料坎肩 ，MTV 非洲铁岭厂的。行，你收下。谁稀罕那破玩意儿？可不能要啊！不能要，给别人，给我。拿来。这家伙是，哎，东西都发完了。有我的没有？你的暂时那边没有正大型号。这样吧，我用麻袋给你毁个坎肩吧。你要给他量量尺寸，完了啊，嗯。老头啊，老头啊！哎呀，姐来了，哎呀，这你，我一猜就知道你在这儿呢。嗯，我一想你，指定能上这找我。这出事了？啥事儿？咱家招贼了。谁？咱家被盗了。是盗了？那好吧，现在散会，人到了，赶紧走。哎呀呀，老头子！你咋回事？打啥岔呀？你聋了今儿个啊？怎么的了？咱们家丢东西了，老姑娘丢了那东西都让人偷没了。姐，你干啥呀？啥也没丢啊，别吵吵了，好不好？那个走娘回家，我看看。哎呀，回啥家呀？丢东西，丢东西还回家呀？哎，你丢啥了？啥了？我那个毛围脖、小皮靴、小坎肩、小挎兜都丢了。妈，妈，二姐，姐是这个不？二姐，你看是这个不？是啊，这就这。二姐，你看是这个不？你妈呀！这我家东西咋都跑这儿来了？这不是啊？这咋回事啊？贼在这儿呢。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心思把东西拿来，让他们心情好点。没想到你这边给我弄漏了。好啊，你个老家贼呀！你说你拿就拿呗，啊？你说你跟我说一声，你偷偷摸摸的，你这是干啥呀，老赵啊？啊，你有啥贼心的背着我呀？我这一辈子你还不知道我有什么贼心呢？这不给他拿来让他们心情好点吗？别乱说呀。你有没有贼心的我告诉你，你在这帮老娘们跟前你留点身子好不好？我不是我愿意来，是村支书交代我照顾他们嘛。人家村支书啊也就是那么说说，你说你啊就这个引子，你走东家串西家，一天你说你屁颠屁颠的，从早忙到晚，忙一年到头啊！你净替人家别人家捧地儿了，老赵啊，你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啊都撂光了，你知道吗？撂光了吗？撂光了。龙三帮着铲啊，我行。二姐呀，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二姐呀，你拿回去。二姐呢？二姐让拿回去吧。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呀，本来我俩都商量好了，说到过年呢，把这些东西给你们当礼物啊，都给你们送了。你说这老东西，我们俩合计好了一准来，他自个儿你说欠又先来了。你说这把我整的啥也不是，你二姐我舍不得这点东西啊。二姐，我二姐夫这大半年啊，没少上咱家来呀。啊，是上我们家也去呀？你没少偷摸上俺家去？啊，我也去了。还差谁家没去了？龙山家我就没去过。行，你得说好老款啊！你们向我老伴说明白了，我上你们家都干啥活了？干啥活啊？二姐呀，你太多心了。我二姐夫啊是个大好人，谁家有事偷偷帮忙。是，我也没少帮我们干了。不，让我打紧呢。二姐呀。咱们几个人都合计好了，一会儿上你家给你拜年去呢。给我拜年去啊！你俩马铃粉那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豆皮我都给你做完了，我还给你准备奶豆腐了呢，我给你买几瓶老龙口呢，我还给你买两条烟呢。是，一会儿我还领二毛驴子给你唱二人转去呢。唱二人转？给我买啥了？啊，行行。哎呀，耳朵不好使，该是多么的快乐。我呀，放大事儿啊！啥事儿？来信了！啥？来信了！哪去查信了？查信了！这邮递员刚送的，什么飞？飞哪儿的？非洲的，飞哪儿？啊，对对对，飞哪儿？哎呀，这飞哪儿去了？飞哪儿去了？想听吗？想听！老老实实给我坐好。啊，快快！哎呀，挺长一段了。给我拿个凳儿。来来来。尊敬的老赵会计，你辛苦了，没提龙三儿。啊，行行，向留在村里的妇女们、孩子们问声春节好，真想你们呐。
转眼间离开家乡快一年了。刚出国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我们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才知道想家，接下来唠的全是在家那些事儿。二柱临走前不是跟红杏记个了几句吗？现在老后悔了，偷摸掉了几回眼泪，说现在最惦记的就是红杏，希望他原谅他。媳妇们，知道你们需要的并不是信里的问寒问暖，更不是汇款单上的数字，你们需要是我们早点回家，一家人围坐在炕头上吃一顿团圆饭。可是今年我们做不到了，不能带着孩子放鞭炮了，也不能给爹妈跪地磕头拜年了，可我们心里都想着呢。因为想家，我们都拼命地干活，恨不得明天就把工程干完，好飞回国，回到你们的身边。这里的人非常好，没到非洲之前我们还不知道这里，他们非常富裕，大街上你看的男男女女一骂都是烫头。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出生前他们就把头烫好了。我们在这边挺好的，不要牵挂，我们在这里是外国人，是中国人，我们非常受尊重，和当地的非洲人处得可好了，我们已经跟他们月月有关系，月跟他们啊朋友关系啊，这俩越写飞了啊，我们跟他们是朋友关系，是朋友关系。特别是今年奥运会就在北京举行了，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所有非洲朋友都对我们喊去去啊去啊 China OK。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么的自豪，请亲人们放心，我们一定为中国人争光，一定会保质保量提前地完成工程，回去与家人团聚，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全体老爷们。下面他们是每个人的签名，还有给你们写的心里话，给你们自己看看，给我看看。你不懂，他们想家就包括想我在内呀、啊。好吧，别哭了。我说老伴儿啊、哎，这样啊，明天晚上过年了，大家都请到咱家吃年夜饭，好不好？好，多炒几个菜，好，让大伙热闹热闹。哎，好酒好菜有的是，大伙都去。让我们开怀畅饮，为2008。干杯！让我们再次把这个。